你冇睇錯啊！呢個係我，呢個都係我。我用咗短短7个月嘅時間，由140磅減到114磅。到底我做過啲乜嘢？大家千祈唔好錯過。不通則痛，不藥而動。今次除咗分享我嘅減肥秘笈之餘，仲同大家一齊做運動，減走我哋手上邊嘅八塊肉。各位健康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陈燕君医师。想当年我刚刚毕业做中医师的时候，由于经常坐，缺乏运动，食物又很肥腻，那阵时体重飙升到140磅。当其时很多朋友都问我，陈医师你到底是不是大了肚，令到我非常尴尬啊。在这一刻我终于到我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自己身体咁肥，被人当是阿婶，跟住又很想拍拖，那我就开始呢用中医的方法呢去认清自己的体质，进行这个减肥大计。在减肥之前，我们第一件事就要认清楚自己的体质，如果不是就会越减越肥。当时我的体质就是一个干屈脾虚型的肥胖，因为长期坐在那里不动和饮食不节而导致的。那这种情况都很常见于我们的 office lady 的。第二件事就要处方健脾益气的中药和利水消肿的中药。很多人以为减肥就要泻要排毒，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来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减肥一定要补气，身体有能量了才可以代谢到脂肪。第三样就一定要喝够水，每一天大概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因为很多人以为不喝水就会去到水肿，但其实身体会有个机制，就是你不喝水它会产生一个水液储留，会令到身体更加容易吸收水。所以如果我们要减肥的话，一定要喝够水啊。第四呢，我就自己制作这个姜米茶。姜米茶可以帮我们利水消肿减肥的，其中入面的生姜就可以帮我们温阳利水，增加我们身体入面的 energy。 而米就可以帮我们健脾益气，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脾胃的功能。第五呢，我就做了穴位埋线减肥。到底什么是穴位埋线减肥呢？其实就是将蛋白线埋落我们身体的穴位入面，令到它有24小时的刺激，帮助我们消脂索形消水肿。在中医的角度，成日坐都会令到我们身体的气血行得不好，打工仔很多时候都会对着电脑手机，令到我们背部和手臂的肌肉都不可以得到很好的运动。今天我就介绍三组动作给大家，减手臂和减我们背部，令到我们的背部和手臂更加漂亮的。来到第一个动作了，第一个动作就是前后打圈。首先我们双手要伸直，手指要向天，向前打10个圈先。1、2、3、4、5、6、7、8、9、10。咁跟住之后就向后打10个圈。1、2、3、4、5、6、7、8、9、10。咁我哋呢一个动作咧，注意嘅事项咧，首先第一样嘢咧，就要手指要伸直啦。我哋个背咧要夹实嘅，咁样咧先可以充分到咧去伸展到我哋嘅前臂肌肉同埋我哋肩胛骨嘅肌肉嘅。咁我哋咧就完成咗第二组嘅动作。咁呢一个动作咧要做3组嘅，系啦。咁嚟到最后一组啦。咁咧，我哋第一个动作就完成咗啦。嚟到第二个动作啦，第二个动作咧就系十指紧扣曲肘夹背。咁首先咧，我哋要十指紧扣啦，向后边，咁样咧，我哋咧就往下边压嘅。1、2、3、4、5、6、7、8、9、10、11、12、13、14、15。咁咧就完成咗第一组嘅动作啦。咁呢个动作咧，大家要注意咧，十指一定要紧扣啦，同埋咧要夹背嘅。咁咧用力咧向下边压，同埋向左右都要压嘅。好啦，咁我哋咧就完成咗第二组嘅动作啦。咁呢个动作咧，我哋要做3组嘅。
好啦，咁第二个动作就完成啦。总共咧，我哋做三组，途中咧我哋都可以休息五秒钟嘅。我哋嚟到第三组嘅动作啦。第三个动作咧就系手臂后屈伸。咁首先咧，我哋要双手合十朝天，跟住向后边压落去。咁样就为止一下啦。咁我哋要做十下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我哋咧就完成咗第一组嘅动作。咁咧呢个动作咧，我哋要注意嘅系手踭尽量向天。咁咧手踭咧都要尽力夹实头部嘅。咁咧呢个动作咧，我哋做嘅时候咧都可以轻轻咁样敲打我哋嘅大椎穴，去预防翻我哋嘅腹肌包嘅。咁第二组就完成啦。咁呢个动作咧，我哋要做三组嘅。咁开始第三组嘅动作。咁我哋第三组嘅动作都完成啦。中医梗系有所谓嘅易肥体质啦，咁随住年纪同埋性别，我哋都会容易分到呢个易肥嘅体质嘅。通常咧，后生嘅女仔就会干屈脾虚型，年轻人咧就会湿热内蕴，咁老年人咧多数都系肾虚嘅。减肥嘅平台期点样解决呢？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咧就要肌肉运动同埋 cardio 都要混合去使用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每一日都要饮足够嘅水。咁第三样咧，就要改变我哋嘅体质。几时运动系最好呢？其实有太阳嘅时间运动系最好嘅。咁但系注意唔好暴晒啦。咁如果你夜晚运动嘅话，就注意唔好用太剧烈嘅运动啦。如果你都中意呢条片嘅话，记得 follow 我哋健康妈，我哋会准备更加多嘅 keep fit 资讯俾你哋。多谢大家，拜拜。